河南郑州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。同时作为全国核心交通枢纽，在当代人眼中是火车拉来的城市。原来郑州还有另外一个城市特色，就是盾构机这项高端装备。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，能够高效挖掘隧道的盾构机是幕后功臣。2011年，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由河南新乡迁至郑州之后，打造了国内最大的盾构研发制造基地，同时开启了国产盾构机产业化进程。郑州制造的盾构机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代表作之一。中国到现在已经制造出超过1000部盾构机，远销到意大利、南韩等30多个国家，甚至反向出口到盾构机发源地法国，占全球70%市场份额，并成为畅销一带一路新国货。郑州是大众了解悠久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城市。时代变迁，郑州造盾构机走出国门，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的实力。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